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林君。这一期我们做的视频依然是一个小小的短视频。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分别有找到一个项链，还有怎么去找三个埋藏铠，又说铠甲有病啊，埋藏三个盔甲以及武器。再来就是项链，还是项链。项链呢，在商店是买不着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在一个 NPC 身上获取一个项链，以及在埋藏地点的宝藏找到项链以及盔甲武器。那么我们事不宜迟，就赶紧去找吧。对，现在那个女剩下她一个人，她正要洗脸，我们就直接把她勒晕，放下。然后他身上有钱，我先把钱拿了吧。这个项链，你看，哇，这就很奇怪了，为什么他身上会有这种项链？1000多块，拿走，不行了。不过这个似乎你们可能看这个视频觉得我是有点火星了，其实并不是，好吧？因为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太在意这种。给你们录制那些怎么拿装备、怎么拿项链的视频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不关心这种事的。不过我上百度逛了一下之后，才发现你们对这件事情居然那么关心。那么我就试着做这么的一期，好吧？我们先挖掘一下，里面有什么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一只骷髅头，哎，还有一，这是两个人的坟墓，情侣的吧？这里有个奇数的骰子，以及各种装备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以及项链。但是这些都拿走。居然！卫兵的话，我不知道杀了他们有什么好处。但事实上，我现在可以说是有应有尽有的装备了吧？在这里的话，我可以说是，你看啊，这些装备啊，我现在已经达成一定的要求了。这些装备随便我拿。到了，不是说好像到了，是到了。这里呢还有额外的铲子，我还不如拿起来自己备用一波。哦，到了，开始挖掘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根本就没有那个坟墓的痕迹。哦，原来在我脚底下。这里有个箱子，我们偷一下。有一些古老的传家之宝短剑，不过子孙三代使用。那么我们再去下一个地点，各个宝藏的点在这里。等等，我们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营地。等等，碍手，碍事。Over here, where is everyone? Quick! Alarm!
好，我们好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营地，但就是我们要的宝藏大概就是这里了。龟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到了，原来是在这草丛罐里面。干。那么最后一个点儿是在这里的这个烟雾吧，这下面的正下面的这片丛林的这里面，我们挖掘，挖掘。嗯，这里不是坟墓呀，更像是别人埋在这里面的。没人呢。这里面呢有一些头盔以及这些圣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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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的装备，easy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了铠甲，铠甲好像念错了，盔甲以及头盔也算吧，武器都有了，以及骰子。作弊的话，你们都可以成为赌圣了。那么我们首先把一个刚才在乱喊的人给做了。因为在之前我就洗劫了一个营地啊，结果是一个碰巧的。How are you? Shut the fuck up！为什么他会在这儿呢？很轻松了，这些人很容易杀，因为没有杀死他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的戒指，但我不稀罕，先把他杀了。杀了后估计就有耳朵拿了。哦，鬼鬼还有这种操作。好，这也就是目前我们做的那一期装备任务：项链、盔甲、武器，应有尽有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喜欢这列这这期视频，就不妨点个关注，也可以多多跟我提一下建议，说要什么。要我做什么视频之类的都可以，那真的这个不太行，有点毛病，就是有什么建议之类的跟我说一下，我呢也好去吸取你的建议，做得更好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见了，拜拜，拜。